张馨予是一个备受质疑的女明星，长相妖娆妩媚的她总是会让人觉得有些尖酸刻薄。张馨予自己也曾说话这个问题，后来因为参与录制了《骑兵神犬》，她的口碑有了明显的逆转，敢吃苦不怕累，还挺圈粉的。在这个节目后，她的才华也渐渐被人发现，即使不靠脸在娱乐圈发展，他也可以靠自己的画画天赋养活自己。因为录制这个节目，张馨予还遇到了要和自己共度一生的男人何洁，他也直接晋升为军嫂。两个人简单的婚礼堪称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在婚礼后，张馨予发布了一条微博，他称永洁同心，永洁同心，配图是两个人的婚纱照，俊男靓女十分般配。但是意外撞脸张馨予而走红的伴娘刘多多则发微博表示，千万不要让新娘选婚纱照，新郎只是背影以及侧脸，露脸程度还不及伴娘，也许表姐只是好意吧。但是这样的语气真的让人很不舒服，何洁是军人，有自己的纪律，张馨予这样其实是保护自己的老公，你觉得呢？